又是想分享一下直播间弹幕帮我们打出一波伤人啦。 Hello 大家好，我来啦。哇，今天太阳好足啊，今天不仅太阳大，风也很大，没错，晒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太阳非常好哦，看看我身后这片蓝天白云，然后这后面还有个教堂。你们知道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哪座城市吗？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来看一下，看一下，让大家展示一下，猜一猜我在哪个城市呀？有没有猜得到的？左上角福袋以上哦，里面正在抽华为平板电脑，关注即可参与，离开无效哦。啊，看我这个后面这个景观，看到没有？哪里？哦，左上角我们已经抽了一个开播福袋了，是的，赶紧进入直播间参与抽奖吧。是一台华为平板哟，大家赶紧抽参与哦，只需要关注即可。大家新进入直播间，家人们，帮我们打出一波上人，弹幕打出上人，然后赶快右下角三个点分享到群里，分享给你的抖音好友，赶快让他们来听歌呀，来抽奖。没错，我看到有好多小伙伴抽那个猜对了，我是在昆明，知道我在昆明的哪里不？接下来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对，打在弹幕里面，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一首开场曲。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这种感觉。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一起屏幕点赞哟。我们看唱完这首歌，咱们能点赞到多少？来，第一首歌《孤独颂歌》送给大家，来喽。这可不是假背景，是不是很漂亮？大家觉得漂亮可以扣一波一哦。大半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沉睡在纸醉金迷，消失的彻底。哎呀哎呀，怎么忘了我是其中的一个，在每天都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你别再问了，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那些孤独的人呢？夜晚是否还回家？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流浪到天涯。那些无声的回答，眼泪滴滴落下。谁能给我安慰？抚平伤悲，就带我走吧，把我带走吧。你们不用带走我，只需要来到我的直播间点赞就可以啦。直播间十万家人了，大家一起点点赞、点赞上人。猜猜这是哪儿？客厅里忽然响起欧萨的舞步，没有人还能记起白日的痛楚，昏暗的灯光配上 whisky 的读书，打碎了人们清醒种下的一图。直播间带走的是我们左上角有一台华为平板电脑哦，大家只需要免费的关注即可，赶快进来呀！还有六分钟开奖喽！眼泪滴滴落下，谁能给我安慰？不必伤悲，就带我走吧，就把我带走吧。我看到好多小伙伴已经猜到我在哪里了，没错，大家都猜对喽！猜对了，我在昆明，在昆明的哪个位置呢？四季如春的昆明哟。哇，天气非常的舒服，多喝点水吧。家人们点点赞哦，今天点赞的伙伴开局就给大家送金条哦。哇，这个风也好大呀，我的妈呀，风大，但是天气非常的暖和，阳光很好。咱们点赞点起来，直播间已经马上20万人了，一人点30个赞，我们直接冲到500万。接下来唱一首歌好不好？大家弹幕点出你们想听的歌曲哦，给你们唱歌。
这可不是假背景哦，这在昆明，闪现到了昆明，这个就是离开了海南。没错，大家点点赞哦，然后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哦。对，大家可以右下角三个点分享直播间哟，大家就是还没有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赶快点击进入直播间，然后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来听歌啦，福袋正在抽华为平板哟，只需要大家免费关注即可了。是的，大家还想听什么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想听黑桃，哎，我好像确实，因为我今天穿的黑色衣服嘛，是的，比较性感嘛，所以想听黑桃 A 是吧？没错，行，开局直接来一个黑桃 A、哦、那开局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唱跳黑桃 A 好不好？哇哦，想不想听？想听扣一，大家想听，想听扣一，扣一，好的。七位的 OK， 我看到你们都点歌了，那就送上一首黑桃 A。在唱这首歌的同时，大家点赞，疯狂点赞，我猜这一首歌能够点到起码300万以上。小玉你信不信？我不信大家手速、欸、我信，再来一次。行，那我跟你们打赌吧，这首歌唱完你们一定能点到300万，好不好？好的，你们已经帮我点赞成功了。 1, 2, 1, 2, 3 AAA 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这是你香水搭配夜的美，让我全部陷入心动的氛围，长长的腿一尺八的腰围，此刻我只想亲吻你的嘴，拿来吧你。唱完了，直播间500万点赞喽！耶、yeah, ，我成功了，看到没有，小玉？太厉害了！你待会儿给我惩罚倒立洗头回去。惩罚倒立洗头，家人们。因为你输了，我说了点赞可以到达300万以上，看到没有？我们现在直播间直接来到了500万点赞。哇哦，打手速太给力了！那咱们的500万点赞的一个福袋是什么呢？给大家送金条哦！金条，金条，金条，最近又涨价了，没错，所以我赶快给大家就是多买了一些囤起来，然后只需要大家免费的关注哦，然后点击进入直播间，赶快进来呀！然后呢，不需要大家做什么，只需要大家送出一个免费的关注，不是送出，是点一下免费的关注就可以了哟，不会让大家白白待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的。还没进直播间小伙伴，赶快进来，马上第二个福袋就上了，就是我们的金条。哇哦，家人们点点赞，我们直播间福利抽不停哦。咱们还有一个1000万任务是不是？对，没错。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么快，现在就是唱完两首歌就已经到达了600万点赞了，1000万人，我没看错，云南摩托舞，天哪！不是，而且咱们直播间你知道多少人了吗？多少人了？你们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这边右上角，不是小伙伴们，你们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右上角有多少人啊？我这里有点光太强了。是的。我这里看到不只是100000加，有人说100000加，已经20多万人了。大家点点赞哦！天哪，又是这个歌吗？你们知道现在统计出来最多的歌是什么？《离别开出花》。所以，我发现了一段时间有一首歌就特别的火，然后就是会在我直播间表现出来，然后大家很想听。行，那就唱一首《离别开出花》。下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呢？我给大家统计了两首，一个是《我的纸飞机》，一个是《飞球》。你们如果想听的话，就把这两首歌其中一首打到弹幕上哦。先唱一首《离别开出花》送给大家，来喽！大家记得点赞，点赞到1000万！云南摩托舞，想看我跳摩托舞吗？我今天穿得很酷哎！哇哦！哈，天下来了，有一朵云。坐上那朵丽莎的云霞。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上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哦，眼泪轻轻地擦，别管那多嘴乌鸦咽下那些风沙，你才能慢慢长大。要错过几个他，用你最好的年华，这是青春的代价。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肠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心血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这后面有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教堂？对，我来看一下，漂亮哦，这里超级漂亮。家人们点点赞哦，现在直接马上800万点赞啦！你们好快呀，大家点赞点起来！猜猜我是在哪里呢？我在昆明的哪里？你们知不知道？这里好漂亮。左上角福袋一上，挡住了，正在抽金条的关注即可参与哦。左上角的福袋在抽金条喽，只需要关注。像那朵离家的云霞，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上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哦，眼泪轻轻地擦，别管那童年梦话散在远方的花，也随风慢慢长大。要错过几个他，用你最真的年华，这是青春的代价。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肠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心血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肠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心血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这条路太小了，我走着太费劲了。这个，咱们直播间现在是20多万人哟，因为刚刚一路走过来，好小一条路，真的就是前面走的非常不方便。给我喝点水呗，我的口好干呀，主要是风太大了。没错，说话。
大家点点赞哦，点赞到1000万，云南摩托舞哦。我们现在直播间多少赞了呀？马上900万点赞了，马上900万点赞。他说唱不动了，其实是怎么说呢？我每次开场的两三首歌，我唱的反而要累一些，唱到后面我反而会好一些，你知道吗？现在等于说我还没有开嗓，再唱一首歌，让你看到我的开嗓好不好？越来越嗨哦！刚刚我看到小伙伴点的歌是什么？说我精致，真的吗？我觉得我今天其实有点，这个风格有点性感了，不大适合我。你们觉得我适合这种性感风吗？适合扣一不适合扣二？我觉得这个衣服挺性感的。今天是酷酷的加性感的。我的纸飞机，刚刚统计的小伙伴点歌是我的纸飞机比较多哎。没错。行，那就给大家唱个我的纸飞机吧。想听的歌曲打在弹幕里哦。左上角福袋5分钟开奖的家人们，快去抽哦！里面是金条。再慢些吧，再让慢一些长大。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当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看漫画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就如此耀眼。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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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我去看看我的家乡。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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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是的，直播间已经1000万点赞喽！还有天真，才有执拗，光着。那我唱这首歌就要跳舞了。没错，跳云南什么舞啊？打歌舞。云南打歌舞。摩托舞，云南摩托舞，不好意思。啊，到底是什么舞啊？云南摩托舞。哦，因为我在云南昆明，所以你们想看我跳云南的舞蹈是吧？是的。那我得热个身了。当我推开门时，发现已经忘了接桌上摆的那张载回去的老照片。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当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看花的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如此耀眼。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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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我去看看我的家乡。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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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就让你指引我前方的路。好了，这首歌确实不大熟悉，我唱的有点吃力。感谢四云 ME 送来的礼物，甜蜜，谢谢大家的礼物。好吧，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给大家跳舞了？恭喜大家成功触发云南摩托舞哦！云南摩托舞，上次好像跳过还可以哈。是的。行，那我这一次，我想一下怎么跳的来着。来吧，我们放个音乐，我让我回忆一下云南摩托舞。来到了云南，难道你还不知道这首歌吗？来喽，摩托舞，家人们再来一次啊！三，三，我知道了，我听到这首歌曲，我已经回忆起来了。三，二，一，这熟悉的前奏，这熟悉的感觉，谁懂啊，家人们？云南摩托舞，左上角还在抽金条，还有1分半开奖喽，家人们快去领取！让我们跟着节奏点点赞。
高潮来喽！大家准备好骑的录屏。妈呀，这个摩托我觉得骑的有点久。这个摩托是直九来喽，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大家觉得跳的怎么样？跳的好的扣一分，跳的非常好的打鼓扣上一分二。哎哎嘿哎，头都快摇晕了。大家觉得跳的非常好，都在扣一耶。你确定？不是。主要你们知道云南昆明好像这个海拔还有点高，是的，是不是好像快2000？没错，快将近2000了海拔。我感觉我需要一个氧气瓶了，家人们，你们不知道这个，我呼吸有点困难了，感觉。是的。今天点赞到1500万，给大家送华为 P60 手机哦。你们太为难我啦，点赞那么快，让我一下子这个运动过载了，我感觉。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对，这个有点。这里是属于高原吗？我看到弹幕小伙伴在说云贵高原，是的，但是还好了，海拔也不算太高，我可以的，我可以。你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出来哟、哦？还想听？哎呀，谁在哭啊？我怎么现在有小孩在哭啊？是的，有小孩子在哭。还是我这儿耳机里有问题哦？我以为我出现幻听了，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高原反应。大家点点赞，分享直播间哦。马来西亚的扎波，行，那给大家唱一个自我介绍歌曲好不好？听完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我是谁，因为有很多小伙伴在说这是谁呀、啊、唱得这么难听。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自我介绍一段，来喽，自我介绍之歌。大家点点赞哦，点赞分享。别再说昂牛昂牛哈西哟，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别再说康桑哈密打什么，我是抖音的风提莫。我明白 kimchi kimchi 好吃哟，但我比较爱 kindle crumble。 我只会按摩华语马来哟，请别再说 me from 韩国，我是抖音的风提莫。感谢你每天每天每天每夜的 follow， 虽然你每天每天每天每夜在说我，我的脸我的鼻子下巴眼睛我的酒窝全都是假的假的，包括耳朵。只求你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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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烦我，都已经说了说了说了不能再联络。你问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别再问我，韩剧里都是假的别看太多。再说阿妞阿妞哈西哟，我来自 JB 靠近重庆万州。别再说康桑哈密打什么，我是抖音的风提莫。我刚刚自我介绍到一半，我就感觉要缺氧了，高原反应了。家人们，我真的要缺氧了，纸巾，我的鼻涕也一直流。哪里的没有？大家打在弹幕里哦。一直流，左上角正在抽华为平板电脑，大家快去参与起来，关注即可。左上角的华为平板电脑只需要大家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喽。来喽，大家还想听什么歌？这首歌自我介绍歌我没有这么自我介绍好，因为刚刚我脑袋感觉有点缺氧，我都不知道在唱啥。是的，现在直播间马上1200万点赞喽！哇，这么快呀、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我刚刚统计到了歌单，看到大家弹幕都在点的非常多的一首歌，叫做《飞球》，送给大家。这首歌我唱完，你们一定能点到1500万的，不信咱们看看吧。相信大家手速哦。You are special, baby, one for you. You are special, baby, one for you.You are special, baby, one for you. 看着大号指着，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什么也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避躲，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
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球。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哪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怂货是你的依靠，我的心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犄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只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把他们击退。这怎么还是快版呢？这个太快了，我不唱了，换一首歌吧。大家点点关注哦，开启我们缘分第一步。主要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在云南啊，这个有点高原，我这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怎么回事？看来我该锻炼一下了。不得不爱，哎，好多小伙伴想听不得不爱耶。是的，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把潘帅召唤出来好不好？把潘玮柏老师召唤出来，跟我一起合唱。哇哦，想不想听？在哪里在嘟嘟嘟嘟嘟嘟嘟？是我耳机有问题吗？想听弹幕扣上一倍一。想听吗？想不想听我跟潘玮柏老师，我还跟他唱过合唱过这首歌曲的，我们把他邀请出来好不好？让跟我一起唱不得不爱好不好？好的，大家弹幕都爱扣一哦，非常想听。行，那既然想听就让大家听到这首不得不爱，送给大家，来喽。家人们点点赞哦，又是要分享直播间。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大家点点关注，左上角福袋有一分钟开奖了，大家关注请参与哦。潘帅在哪里？潘玮柏你在哪儿？在哪儿呢？我听到声音了，但是还没见到人呢。人去哪儿了？哭得像小孩。是我们马上我存在，我好像看到他了。不得不爱，否则快乐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悲伤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事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左上角又给大家上了个福袋，有礼物，正在抽华为平板电脑，关注请参与哦。感谢潘帅跟我一起合唱。你执意，但周围的扰人环境始终让我无法在这里自由相遇。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快乐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悲伤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事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会不会有一天我现在直接马上1400万点赞，点赞到1000万。会不会有一天太快？哦哦哦，
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我嘴巴都干了我都唱不出来刚刚我想发出一个音儿，结果嘴巴张不开给我风太大了现场家人们左上角还有福袋领就是里面那个舌头啊粘住了你知道吗是的舌头跟我的那个天板猪天板粘在一起了猪天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天板是什么东西我们吃那个猪的那个天板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烫火锅用今天点赞到1500万给大家送华为 P60 手机哦华为 P60 手机给我数字好吗现在直播间马上1400万现在已经多少万点赞1400万点赞对那岂不是我唱完这首歌就会点赞到1500万了唱就要给大家送华为就要给大家送华为 P60 了是不是是的行我这首歌我看到有弹幕小伙伴点了一首泼天的富贵是看到我身后因为有喷泉泼到你们泼到我身上所以呢在直播间的你们我要把这个泼天的富贵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泼天的富贵来喽这首歌点赞到1500万哦泼天的富贵希望在直播间大家都能发财健康开心如果一定要让我做点事做梦行不行如果要和缘分来点相遇相亲行不行如果真的累了躺着行不行他们说一切都要努力其实我不爱听枯燥的生活需要调剂如果要再次是说一些话笑话行不行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不要脸的桃花会一朵朵的开不管每天吃多少美食多热爱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希望温柔体贴最后还长得帅如果这是一场梦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还想听什么歌弹幕打出来哦我身后不是假背景这个天好蓝呀我在昆明感谢和 Timo 同一天生日送来的抖音一号谢谢他们说一切都要努力其实我不爱听枯燥的生活需要调剂如果要再次是说一些话笑话行不行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不要脸的桃花会一朵朵的开不管每天吃多少美食多热爱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希望温柔体贴最好还长得帅如果只是一场梦能不能换不醒来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不要脸的桃花会一朵朵的开不管每天吃多少美食多热爱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希望温柔体贴最后还长得帅如果只是一场梦能不能不醒来睡了，大家晚安。直播间已经1500万点赞喽，并且左上角给大家已经上了华为 P60 手机哦，好漂亮啊！我为生活的背景，这看真的像个假背景。咱们直播间已经上了一台华为 P60 了，手机在我们左上角的福袋里面哟，大家点开即可参与哦，不需要大家做什么，只需要大家免费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啦，大家赶紧来参与吧。而且上了新的任务，2000万点赞，踢毽子唱歌。天哪，踢毽子唱歌，这难度有点大吧？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是正好在高原，你们就是想让我就是缺氧是不是啊？2000万，想不想看我踢毽子唱歌？从来没有在直播间做过这件事情。没错，我不知道我待会儿是不是会不会踢着踢着就晕倒了。你们想看的话呢，我也可以给你们尝试一下。那就点赞到2000万，我们就踢毽子好不好？好的。行，还想听什么歌曲啊？想听。爱的初体验
行，这首歌我好像也还没有在直播间给你们唱过呢，也是弹幕各位小伙伴点的比较多的一首歌，送给大家爱的初体验来喽。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的满面。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场？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又很变了呢？说说。小这个答案好吧，好的，如果是音频是整我的话，那我也会整他。我感觉他有点问题。左上角还在抽华为 P60 手机，家人们快去领取起来。嗯，他光年之外，其实光年之外我也很久没唱了。是的，看到大家还是挺想听这些情歌的哈。光年之外，那邓紫棋的光年之外送给大家吧。光年之外来喽。我的耳朵里好多杂音哦，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得见。这歌词是不是快乐呢？大家在听歌同时点点赞哦。感受停在我发动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世界？记住荒唐梦。不对，换一个吧。这歌词是错的，这歌词是不对的哦。那重来吧，我们再来一次啊，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唱错的话，我们就把那个音频师开除。光年之外，大家记得点点赞，点赞的2000万，提毽子唱歌哦。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得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难终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否狂到山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一双围在我胸口的臂弯，足够抵挡天旋地转。一种执迷不放手的倔强，足以点燃所有希望。宇宙磅礴而冷漠，我们的爱微笑而闪烁，颠簸却如此忘我。缘分让我们相遇，那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
醒不来的梦。哦，乱世意外是纯粹的相拥。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沙崩海啸，没有你根本不想逃。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好，这是荒年之外送给大家哟。我这个耳机音乐已经调到最高了，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我还是听不太到，可能是因为环境太吵吧，就是太嘈杂，降噪开的多。感谢 Frank 送来的抖音一号，谢 Frank 的抖音号，谢谢大家礼物哦，谢谢大家的关注，只需要免费的关注咱们直播间。现在抖音福袋在抽什么？小鱼告诉大家吧。左上角抖音福袋在抽华为 P60 手机，家人们，在抽华为 P60 手机哦。大家赶紧参与吧，只需要大家待在我直播间，然后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喽。还想听什么歌啊？坏女孩，身骑白马，又唱身骑白马，你们怎么老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大家喜欢非常听这首歌哦。那就给大家带来一首身骑白马。哇，好大的风。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周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一阵风中，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
那咱们直播间是不是马上2000万点赞？没错，点赞的2000万踢毽子唱歌哦。没错，我刚刚看到好多小伙伴猜对了，我在昆明哦，四季如春的昆明。而且左上角还在抽平板电脑，大家关注主播参与哦。这里是1903公园，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咱们直播间快20万人，一人点10个赞，你算一下，20×10是不是就是200万点赞？那咱们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点到200万好不好？好，就给大家把下一个2000万赞的福利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踢毽子唱歌。好的。想不想看呢？我从来还没有在直播间踢过毽子，边踢毽子边唱歌是个什么样的体验？我很想尝试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帮我呀？行，大家好像愿意帮我，相信大家，因为大家在疯狂的点赞，是，你不要给我锁屏啊，疯狂往上涨啊、还想听什么？我刚刚唱哦，说散就散，坏女孩，其实坏女孩也可以，只对你有感觉。我今天穿，我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的蓝，这后面还是个教堂，我们不得唱点只对你有感觉这种小甜歌、小情歌吗？希望让直播间大家都开开心心，好不好？好的，只对你有感觉送给大家，来喽。点赞关注，记得分享直播间哦，在右下角哦。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在你的小时候，大家听过的可以扣一分一哦。只对你们有感觉，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老妈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谨慎，话挑错颜色，但很矛盾，心。喜欢的感觉吗？有的话扣一，没有扣二。大家弹幕扣起来，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让你们对我有感觉呢？体贴却黏人，爱哭却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请吸收养分，让
快局，很多没有。那你们这样好不好？没有的小伙伴，你们点个关注，下一次来直播间来看我，听我唱歌，说不定就有感觉了。因为我唱每一首歌，你们的感受都是不同的。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觉得有感觉的歌打在弹幕上，让我来唱一唱嘛，好不好？恭喜大家成功触发支线任务，2000万点赞，踢毽子唱歌哦！啊，这么快就触发了，你们好快呀！没错，大家想听踢毽子唱什么歌，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啊、每次给我好多张纸，我都鼻子塞不下呀。踢毽子唱歌呢？已经触发了是吗？我不是得完成任务吗？没错。什么毽子？我都从来没看过。给我看看、哦、展示一下，来了，毽子来了，家人们，红色的毽子，关键这个风流的，哎呀，现场的还是很大的，我开始踢毽子来换人，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看哪个位置风向那个，我们在一分钟好不好，我们来搞个倒计时行吗？好的，一分钟你们帮我数一下我能踢毽子踢多少下，然后不能断，我们来挑战一下，然后唱歌，唱哪首歌，我来看看，大家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哦，你们想听踏踏踏呀？是的。行，那给大家唱踏踏踏，记得声调哦。那我就边唱踏踏踏，然后呢边踢毽子，好不好？看我会不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毽子掉落呢？来喽！踏踏踏送给大家，试一下，开始吧。现场的风其实还是挺大的，家人们。对。再来一次啊！三、二、一。我比不上。倒计时以上哦，我醉了。对你的爱深深的，无比复杂，也单纯的可怕。我比不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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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风下心却不听话，我的爱在你身上一丝不挂，热却又带着害怕。这个毽子不行。蒙上眼睛还甜美，不看你的美，数我掉了多少次，闭上嘴，你身旁人，我像是另类，妈呀，大家踩起来，气死我了，现场风太大了，买的什么毽子啊，得不到你恩惠，终究燃烧了灰，我比不上他，算对没？不是这个高原，知道吗？知道我在昆明，你们查一下昆明的海拔有多少高？我真的感觉我随时要晕眩。是的。然后口干的不行，他
们还给我搞些任务，叫我踢毽子，这是故意想我晕倒是吗？都是体力的。我平时可能经常凶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对我怀恨在心，给我搞些这种要我要用运动的一种任务来惩罚我，偷偷摸摸的。哎呦我的妈！对，我在云南。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这是云南哪里呢？昆明哦，四季如春的昆明，超级漂亮。没错，闪现到昆明啦。云南好像四月份还有泼水节，要不要去一起泼泼个水，参与参与这个节气？哇哦！还想听什么歌曲啊？卜卦，那给大家送上一首卜卦，或者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们想听哪一首？卜卦扣一，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扣二，看看大家的选择好不好？大家弹幕扣起来，咱们再抽一台平板好不好？抽个五分钟的。不，抽个三分钟的，让大家就是快速中奖，抽一台华为平板电脑送给关注直播间的小伙伴，然后再唱下面一首歌，你们就冲中奖几率升升升。看一下，咦，哦，卜卦比较多，行，那唱一首卜卦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发大财。大家记得点点关注，然后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佳话似水中月，轻迷着镜中花。竹篱笆，木琵琶，更俏月下，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那年仲夏，你背上行囊里铠甲，葡萄旁，我欲有泪先下。庙里初切，我哭诉青梅当竹马，求菩萨保佑我俩。水中月，轻迷着镜中花。竹篱笆，木琵琶，拱桥月下，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那年仲夏，你背上行囊里铠甲，葡萄旁，我欲有泪先下。田里庄稼，收获了一茬又一茬，而我们何时发芽？不停地猜猜猜，又不落一卦，吉凶祸福还是担惊受怕？对你的爱爱爱，望断落天涯，造化弄人，缘分错又差。猜猜猜，又不落一卦，是双生前，可还是放不下？对你的爱爱爱，过几个冬夏，日夜思念，祈求别再。把我要吹跑了，左上角福袋还有两分半开奖，家人们快去领取！我要喝水，我要喝水。现场风太大了，家人们，天很蓝，云很漂亮哦。哦，咱们福袋还有两分钟哦，大家可以参与抽奖。那么，我把接下来一首非常美好的祝福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抽奖成功好不好？这台华为平板将会板落谁家呢？左上角的福袋里面正在抽，还有两分钟抽奖啦，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小伙伴赶紧进来参与哦。那就我们还是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吧。这首歌非常的温暖，也是一首非常祝福的歌曲，非常好听哦。然后你们可以听一听，帮我打个分，觉得好听的扣一，不好听扣二。翩翩明珠也有，午夜星辰色伴奏，只有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
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少，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记得点点关注哦。翩翩明珠夜游，午夜星辰似奔走之友，爱你每个结痂伤口酿成的陈年烈酒，如虹尚算可可，怎么泪水还有失守，要你细看心中缺口，裂缝中留存温柔。此时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樱花偷偷吻你额头，让世间美好与你缓缓相碰。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哎呀，终于把这首温暖的歌唱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哎呀，大家午休好了吗？接下来要元气满满，今天是周几啊？周日哦，今天不上班不上课，行，那你们接下来下午呢睡个午觉，好好玩一下吧啊！上班的小伙伴元气满满。然后今天晚上呢，因为我们的设备还在设备车上，晚上本来要用冯铁男的号给大家播游戏的，但是呢明天才能到，我那套电脑设备明天才能到，然后才能搭建游戏直播间，所以呢明天如果搭建好的话，明天晚上就给大家直播游戏好不好，就用冯铁男的账号，大家传送门在我的左上角，关注直播，先关注我的直播间，然后呢点开资料，个人资料有一个传送门，游戏号冯铁男，大家关注一下哟。想看我玩游戏吗？那可是游戏大神哦，那个是每天，那个是明天晚上，如果11点左右我们搭建好了，就给大家直播游戏哈。谢谢大家的聆听哟，我们周三中午1点钟唱歌，不见不散，记得关注，拜拜。